们这个事业是我父亲这一代开始的。我父亲是从中国啊农村来的啊，那大概是在1936年这个年代来这个白岩这个地方啊。起初他们来的就有几个朋友啊，一起合作来开一间这个小小的做面的。因为我们那个家乡是做这个面线的，我们是泉州这个地方的人啊，吃面线的啊。后来的我父亲的朋友很多都回国了，因为他们啊有这个家庭在家乡啊。过后呢，这个事业就卖给我的父亲啊。从那个时候起啊，我们就开始这样做。50年代我们的生活情况啊比较困难，我小学毕业以后就没有机会可以上中学，就被我的父亲叫到这间来做工作。